徐爸爸步入精彩星光大道。期许玉泉能好好的照顾下你，不要辜负了我的期望。感谢大家，今天我把你们交付给玉泉，我希望他们两个能够白头偕老，希望玉泉你能够好好的照顾他，更希望你们两个能够互相努力，互相的努力。也希望有空的话常带香奶回家，谢谢。谢谢爸爸把香好好的对待他，有空会常带回家，然后我会无数的期望。宣读结婚誓词，我们请新人两两相对，将甜蜜的小手牵起来。新郎杨玉泉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许香菱小姐为妻，一生照顾她、爱护她，无论贫苦富贵？我愿意。让我们掌声祝福。你是否愿意嫁给杨玉泉先生为妻，一生支持他、爱护他，无论贫苦富贵，直到白头？请你温柔地告诉我们大家。我愿意。让我们掌声祝福。在今天这么幸福的日子里，分双手环抱住老婆的腰。请新娘子双手环抱住老公的脖子，亲爱的见证。首先，请新郎用力。想的话，那就让我听见了。
我伫咧看，看到咱个亲家食唔甘，目眶伫咧红，我要甲亲家讲，你放心。安怎讲伊啦？因为成如甲因太太吼，是我多年的好朋友，因成如的头上吼，头毛啊，拢因太太咧甲剃的。啊吼，伊捌定定咧甲我讲，伊讲我有啥物意思嘛？无穿衫是这种剃头，你拢毋捌看吼？啊因吼，安那沟通，我讲一下你听看卖，亲家你着放心。啊那因大声话、细声讲，啊重话轻轻讲。啊那徛咧讲袂通，坐咧讲，坐咧若讲袂通就倒咧讲安尼。啊吼，所以因吼，伊搁甲我讲，伊讲阮两个吼毋捌冤家啦。啊我即摆要甲亲家你讲，安尼逐工拢有一面镜头好看，安尼放心无？应该是爱放心。啊我拄则伫咧遮，啊看到咱即对。新人啊，实在有少年，少年就是本钱。啊，我伫咧遮吼，啊，你甲看，啊有影看到，敢若阮这成如兄少年的时阵，啊吼真年轻，啊真有干劲。我一摆我去公司看，哦，啊看我弟弟都冒火啦。啊，我感觉讲，哎、欸，这个真爱少年的吼，像安尼你安尼做，好几个。啊，所以把你甲新娘讲，讲安尼无问题啊。哎、欸，这样懂吗？啊！但是结婚了以后，那也要像爸爸妈妈一样，好好的沟通沟通。啊，最后我谨祝这两位啊白首偕老，以及咱各位嘉宾啊身体健康，家庭美满。谢谢各位，多谢。谢谢我们的理事长，请理事长先入座。接下来我们请双方主婚人上台来，我们请杨爸爸、杨妈妈还有徐爸爸、徐妈妈上台来。请杨爸爸、杨妈妈还有徐爸爸、徐妈妈上台来。我们先请男方主婚人向各位嘉宾致谢词。各位嘉宾，大家晚安。很感谢各位嘉宾在百忙之中来参与小贤的婚礼，在此。敬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也祝我儿子跟媳妇白头偕老，谢谢。现在我们请女方主婚人向各位嘉宾致谢词。各位好朋友，各位我们的亲朋好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我找到一位那个这么可靠的女性，跟这么好的亲家，让我心里也感觉到很安心。也感谢我们的亲朋好友，在百忙当中能够抽空来参加他们的喜宴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新人和双方主婚人向各位嘉宾深深的一鞠躬，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杨虎和徐虎的结婚喜宴。现在我们请双方主婚人先入座。